诗篇第八十二篇，一节，神徛伫有权力者的会中，伫这神的中间伫审判，讲恁审判无照公义，顺歹人的情面，要到第时啊。三节，恁得为善乡的人甲公义伸冤，得为困苦甲善乡的人行公义，得保护善乡甲欠亏的人，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恁犹原毋知影，也未明白，伫黑暗中行来行去，地的根基拢摇动。我捌讲，恁是神，拢是至关者的囝，总是恁的死，甲世间人一样，要倒落去，亲像王子中的一个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到万国做基业。